班的修长腿总是让你羡慕妒忌恨。教你六组动作练成修长铅笔腿。动作一：相扑深蹲，双脚比肩宽，膝盖与脚尖朝外45度，双手交握放胸前，鼻子吸气往下蹲，嘴巴吐气站起来，往下吸气往上吐气。注意一：大腿与地板平行。注意二：背部保持直挺。25次为一组，一天做3组。动作二：深蹲侧抬腿。双腿与肩同宽，膝盖与脚尖往前，双手交握放胸前，鼻子吸气往下蹲，嘴巴吐气站起来，同时左腿向一侧抬起，放下左腿再往下蹲，并用右腿完成相同动作，往下吸气往上吐气。注意一：膝盖避免超过脚尖。注意二：背部挺直，臀部往后，左右各25次为一组，一天做3组。动作三：外展深蹲，双脚与肩同宽，双手交握放胸前，往下蹲，保持姿势，利用大腿发力，膝盖往外展，再往内收，保持平稳呼吸。注意一：膝盖不要超过脚尖。注意二：收紧臀部及腹部。25次为一组，一天做3组。动作四：仰卧直腿开合。平躺，臀部贴地，手放两侧，大腿内侧发力，双腿微微抬起，再往下，保持呼吸，避免憋气。注意一：脚尖勾起，膝盖微微弯曲。注意二：避免动作过快。50次为一组，一天做3组。动作五：大腿内侧抬腿。躺右侧，右手托着头，左腿弯曲放前面，左手轻轻握着脚踝，右腿内侧发力，慢慢抬腿，回到原先姿势，往上吐气，往下吸气。左侧重复同样动作，左右各30次为一组，一天做3组。最后一个动作，动作六：支撑侧抬腿。右侧右手与膝盖支撑，左手叉腰，左腿伸直，左腿发力往上抬高，回到原先姿势，右腿重复同样动作。注意一：身体保持直线。注意二：脚尖朝下，左右各30次为一组，一天做3组。这6组动作坚持做4周，你也可以拥有修长腿，新年自信秀腿。